本期人气美食带大家到怡保旧界场吃早餐，这份早餐就是美味的猪肉粉了。坐落在旧界场加兰邦利玛的26茶室有一档具有人气的 KZ 猪肉粉档，你看，这就是煮猪肉粉的配料，有猪肠、猪肝、猪腰、猪肉片和猪肉碎。你可以搭配你喜欢的粉类，如老鼠粉、河粉、面和米粉。这一碗猪肉粉清甜美味，带有阵阵的肉香和猪油渣的香气，真的让人食指大动。加颗鸡蛋也很不错。很多人都喜欢在星期天来到这里品尝这一碗猪肉粉，让味蕾得到满足和享受。这就是KZ现煮现卖的猪肉粉了，你吃过了吗？